财经世界连接你我，欢迎回来。那我们可以说现在也看到乌俄局势的紧张气氛也是继续持续，而且战事也有不断扩大的一个态势，但是双方的谈判呢也是取得了部分的共识，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为保护平民还有外国人士也都提供了很好的逃生的条件。那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呢，现在的战事对于环球经济的冲击到底会形成有多大的影响，并且持续要多长时间呢？各地区都会怎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呢？现在我们来立即连线汇伟国际投资总监徐伟华先生来为我们进行解读。徐先生您好。哎，主持人你好。那先看到最新消息，就是美澳日本以及印度的领袖也举行了对话，那么强调不能让类似的情况，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在印太地区。那么您觉得这一表态背后有哪一些因素啊是值得我们担忧的？那区内的安全还有哪一些矛盾点没有爆发出来的，需要我们投资者现在来进行提前的注意去规避风险呢？当然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的这个四方对话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这次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冲突之中呢，印度是实际上是相当冷静的，并没有说出面支持美国或者谴责俄罗斯，也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可以说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保持的还是相当好的啊。那么在这个亚太地区呢，这个印度和美国及其盟友澳洲、日本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谈的这样一个表态呢，实际上是值得让人玩味的。我们知道如果说这个区内的安全形势呢，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形势这个出现现在的状况，也主要是因为北约的存在，北约的这个扩张不扩张，以及俄罗斯之间的这样一些威胁产生的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结果。可以说在亚太地区如果保持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环境呢，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像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样的情况的。但是恰恰是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太平洋舰队，也包括美国的这个航母，实际上也是经常在亚太地区巡逻。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呢，其实美国是有一架战机呢之前一月份是在南海沉入海底，现在的航空母舰也是在打捞。可以说这个在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些军事威胁或者说军事力量的持续的这样一些展示肌肉的这样一些行为，实际上是比较危险的。其实如果是只是在亚太地区，像现在各国的这样一个非常注重经济发展的状态之下，我们认为亚洲是不可能出现像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各方的这个军事平衡被打破，或者是有一些外来的军事力量在这里面挑起一些事端的话，我们认为其实也可能出现一些地缘冲突的风险。那么当然这个地缘冲突的风险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情况出现之后呢，短期内是得到了缓解，因为我们并不认为美国同时有能力在两个地方应付这个大规模地缘冲突，以及和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潜在竞争对手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同时出现。所以我们认为呢，短期来看的话，亚太恐怕会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但长期来看如果说这个打破地区军事或者是政治平衡，在或者是外来力量的不断的这个制造事端，其实在亚洲也是有这样的地缘政治冲突的隐患的。那现在呢，在我们看回到乌克兰局势方面可以说战事全面的正在进行扩大的这状态呢，位于南部还有像全欧洲最大的这个核电厂被俄军轰炸起火了。那我们根据外媒的消息看到，核电厂周边的辐射水平有上升，而且港口重镇赫尔松它失守以后呢，基辅是继续的受到猛攻。那么当前的核辐射问题引发全球的担忧呢。关于像核威慑大家都很多人知道这个切尔诺贝利事件很著名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那么当前市场对这方面的担忧是不是在加剧，而且会有怎样的影响我没有看到？我们知道其实市场之前对这个核问题的，或者说核武器的这样战略核武器或者是战术核武器方面出现临时的失控情况的这样一个威胁，实际上是并没有完全意料在市场的这个波动之中的。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港股也是大幅低开，也是因为这个核电站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知道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地缘冲突的开始呢，俄罗斯就和乌克兰在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展开激战，那么最终呢是俄罗斯控制的核电站那么现在又出来这样一个消息，就是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扎波罗热热核电站呢，现在是说受到俄罗斯的炮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消息呢是值得考量的，因为首先俄罗斯现在这个不管是炮火还是导弹都可以精确的打击一些目标。那么如果是要打击核电站，俄罗斯是随时可以直接
啊，用导弹或者是火炮直接打击的。那么，但是问题是说，打击这样一个核电站或者说炮击核电站对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呢？实际上是啊，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而且是非常大的负面情况。正如现在所报道的说，俄罗斯炮击核电站恐怕会造成欧洲核灾难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把俄罗斯直接推向一个啊惨无人道的杀手的这样一个角色。第二个就是说，俄罗斯实际上这个啊这个对核电站的打击实际上是得不到任何的利益的。如果是俄罗斯想用核威慑，可以说使用一些战术核武器，甚至说使用一些啊常规的这个超级炸弹都可以达到效果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认为是谁到底在这个核能站爆发的这样的爆炸，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啊进一步考量的。但是不管是这个核电站最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说这样一出现一些核辐射或者是升温起火等等的话，那最终造成的灾难实际上是啊，首先是影响乌克兰，其次也是影响欧洲的，那么最终也是影响全人类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啊人道主义灾难啊。所以说市场在这个消息出现之后呢，因为虽然现在并不能确定这个核电站到底是现在是在什么状况，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啊各国的股市都是受到重创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是想讲这个啊地缘政治的冲突呢，实际上还是要有底线的啊，不能说什么事情就是做到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可能箭射出去的话就没有回啊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我们之前有看到啊英国的首相讲到说俄罗斯是必败啊，俄罗斯是这个必败，我们不太清楚他的这个讲法是什么，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这个一个核武器大国，如果让他必败的话，那就像当年美国和日本之间这个斗争一样，最终是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才日本才承认了这个投降，就是处在一个必败的状况。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英国首相这样一个言论呢，充分暴露了西方一些国家对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现在是缺乏考量啊。在俄罗斯如果要达到俄罗斯必败的话，那么到底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或者是最后达到什么样一个结果，我们认为现在很多西方国家还根本就没有考虑。当然作为美国来讲的话，这个冲突现在是带来了相当大的即时利益，那么但是最终的话这肯定也会有反制到美国。虽然说现在欧洲受的冲突比较大，但最终呢美国的金融业美国的很多行业都会受到这个负面的影响。我们认为呢恐怕这些负面影响也是在逐渐的显现之中。没错，其实呢在任何的这个行动之前啊，都要先考虑到影响以及后果是否能够承担，这也是可能投资方面啊最重要的一个判断的能力。那我们再继续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战事，那么两方代表团第二轮谈判结束了，双方呢同意建立人道走廊，能够尽快的去开展下一轮谈判。在这之前呢，要先保障平民的安全，以及要有这个更多的人可以有安全的逃离通道。目前我们也看到战事呈不断的扩大状态，那么在此影响之下所造成的经济通胀也是更为突出。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他们本身就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再加上整个欧元区啊，目前现在都承担着更重的负荷。那么国际市场现在会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而且亚太区各个国家会不会也会受到更多的波及呢？首先我们知道现在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胀的这个愈演愈烈。我们知道自从俄乌局势升温以来呢，这个美国 WTI 原油价格呢是上涨了超过20%，小麦价格上涨超过25%，而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呢更加是以成倍的这个加速度在增长。可以说这样一些炽热的通胀呢是必然会烧到每个国家，那么对各国的国家这个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之前这个美联储呢实际上是因为俄罗斯因为美国的股市的大幅下挫呢，然后市场会预期说美联储的这个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可能只会有25个百分点。但是实际上昨天我们有看到这个很多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学家，包括这个沃顿商学院的这个西格尔教授都讲到说，其实美联储已经犯了一系列的政治错误，将通胀推至了这个历史性水平，那么现在是必须要加更激进的50个基点才会遏制住通胀。我们知道通胀其实就像一个开足马力加速的汽车，那么现在这个美联储是希望把通胀控制下来，但是如果你不狠踩油门的话，这个汽车这个速度是不会降下来的。那么如果踩得不够的话，那么汽车其实还是在加速的过程中。所以说这个对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难题。我们知道昨晚鲍威尔刚刚在这个参议院做了一个听证，他讲到将动用一切力量来控制物价的上涨，来控制通胀最终我们认为这个表态实际上是充分说明了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后虽然说股市可能会出现更大的波动，或者说股价可能会出现更大的这个下挫，但实际上美联储恐怕很难将这个
啊政策的目标从通胀转移到啊股市对股市的或者是对金融市场的支持来，很有可能这个通胀这个愈演愈烈的状况，尤其在现在啊石油大宗商品的价格快速上升的过程中啊，恐怕美联储的加息恐怕还是会如期而至，甚至不排除有啊超过大家预料的风险。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虽然说油价现在上升的这个幅度很大，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油价啊巨大幅上升的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的被市场预期到，因为我们知道啊美国实际上是故意把这个跟俄罗斯的能源交易呢是排除在了制裁范围之外啊，通常也啊而且是不断的表态说啊最终呢恐怕也会对俄罗斯的原油进行制裁，但实际上啊一直没有制裁，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啊完全把这个俄罗斯的原油进行一个交易的制裁的话，恐怕会引发新一轮的石油危机。我们知道啊1973年的石油危机的石油价格的上涨都是啊四倍以上，可以说如果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石油可以迅速涨到200、300、400的这样一个价格，那无疑是对世界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重创啊。所以说从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美国还是有所顾忌啊，不希望说这个石油价格出现一个失控的状况。但实际上如果随着这个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加剧，或者说这个西方啊进一步的煽风点火，到最后的话，那个可能怕在原油以价格原油价格为首，以天然气价格啊为辅的这样一个能源市场，恐怕会爆发新一场这个能源危机，那无疑这个是对全世界经济的一场重创。所以我们认为现在针对这个俄乌的局势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认为它是不大会影响到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加息的决定，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它会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能源危机的风险，那么这个最终会重创啊金融业啊，这个是大家都需要防范的。那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月的加息啊一定是会来到了，那么确实在昨天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也是确认了这一点，并且呢他也指出说俄乌的战争会给美国经济的前景注入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同时呢他也说到了劳动力市场呀极度紧张，并且这个工资增长强劲，尤其是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那么您结合两方面的情况来看啊，加上这么多因素的影响，您觉得美国下一步的经济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那么涉及到民生方面呢，还会有哪些体现呢？首先我们知道，作为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现在还是相当健康的，而且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呢，也是处在历史的一个高位。但是对美国来讲，它的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是，现在这个通胀是处在了一个70年的一个高位，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股市，包括债市，他们的这个资产价格呢，实际上是高高在云端。我们知道啊，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之前迅速跌了超过15%，这个实际上这个美国股市下跌20-30%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是非常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个估值在历史上来看都是高高在云端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这样股市的大规模上升，以及加上疫情的这样一个冲突，造成说贫富的差距呢是拉得异常的大，所以美国也是一直在谈到说是否要对这个富豪们进行额外的收税另外加上说对这个贫困人群的这个发放政府救济金是否在扩大规模以及在持续下去等等。我们认为美国实际上在这个贫富差距越发悬殊，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现在也是相当大的情况之下又面临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通胀情况，可以说美国现在是重重风险，可以说现在来看的话，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是相当大的。那么现在市场关注的是说美国这样一个金融风险是否能够随着美联储加息手段的调整能够控制在美国金融市场之内，而不要波及世界其他市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因为俄乌战争呢带来的这个欧洲的情况是相当惨烈的，那么欧洲的天然气价格能源价格上升的幅度也是异常的高但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南美洲非洲亚洲来讲的话，现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折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说这样一个风险不要在全球波及开。明白，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许先生的这一时段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全面的解读，谢谢您。本阶段的财经世界也先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